来，白龙学来分享我上新的发明。这个哦，这毒内底都要来做一挂预备缸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预备缸的部分就是这个哦，因为这个它有遮阳板嘛，就是咧咧防跳板，鱼用鱼啊跳掉。啊，我只正常，原底是用这个粘的，可以直接当那敞篷底下掀，随时要。掀起来勾鱼啊，是用三号门，但是我发现就是用这个粘的话，它会断掉。我就用白龙雪地下教室的贴纸，你来看，这样子弄好之后哦，啊，给掀开，哦，是不是非常的赞？对不对？真赞啊！跳，抓跳进来，赞哦！